就是这个也是非虚就真，我在这个你看我让他找不着我的点了，不管拳击的散打的也好，他找不着我的点，是吧？他得找点嘛，得找这点吧。你练拳击，你知道，那我这样一运动起来，他还找我什么点啊？是吧？我这点我就等于断了他根了，这叫吃根埋根摧其根，这有理论根的。我吃住他的根，埋着他的根，你看，我要什么叫摧根？你看，这叫摧根。就是摧毁他的根，就是一动一点点，我就往回一点点，上下就一个滚圆圈就是了，就是我能去我就能回来，我能去我就能回来，你看我这能去我就能回来，就接着就是这个概念，我再要妈那个就绷着玉妈就不用使劲，她知道我没有使劲，所以说咱们练得练这个，是吧？而且他这个下一步的连环着运用的，全跟着暗藏杀机，暗藏杀机。他已经在我完全在我的控制，他这跟我一碰手，已经是吧？已经在我的控制之下，完全在我的控制之下。我不但吃根埋根吃一根，而且我这还打着他呢，这打的就是你看不见，这一下不给顶死，是吧？这一下不给啪一顿脏的这底下打，这个在底下打脏的肘部要的命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对吧？对，你看我在抓的同时，这肘正好打掉，这膝正好打掉，是吧？所以说你得知道，等我一他一躲一放开，我这踢从后头就进攻他，就是你的太极你要围着他转，他要围着你转，你体验一武术的武功的打法，因为这么一打的这个就打，是吧？绑打一阴反一阳的，这一放的一阴一阳的，老是一样，就是神奇。后面这劲大了，你感觉到吗？是吧？蹭就一点，就能把尾巴骨打折了。当然起来告诉呢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叫七横，还没离太极，还是个横。哦，你认为我这个有横？这也是横啊，是吧？这也是。你打不打？你感觉就一样。在接手上也是，这最直接到了，是吧？啪的直接到了。过来了，是吧？这是爬打，就是这么一爬一打啊！尤其他妈也跟你这个来，就啪的一点就完了，这眼睛这眼珠子就出来了，这出来就奔着这点，奔着这点，那不客气，这一踩，这一踩就过来，你看，正好这个过去同时，这就。